第二十一题，下列哪些选项的叙述属于化学变化？甲、牛奶变酸，化学变化；乙、光合作用，化学变化；丙、糖溶于水，果中胶溶解是物理变化；丁、柏油路被太阳晒软，物理变化。所以呢，我们是甲跟乙属于化学变化。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些选项的叙述属于化学变化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乙。